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11月26号，星期五。坊间啊，现在流传说柳传志呢回应了司马南，说呢要誓死捍卫联想，还有一段呢这个柳传志的这个语音的这个录音发出来。我呢会把他这段就柳传志的这段录音的这个链接呢搁在我视频下方，你们感兴趣呢自己呢可以去听一下，去看一下啊。那我要告诉你呢，这个呢实际上不是啊。 这段录音呢是柳传志的录音，没有问题；是柳传志说的也没有问题。但这段录音呢是2018年的录音，啊，也是呢柳传志呢当时呢给这个联想内部呢发了一封的内部信，然后也说了这个录音。那这个录音是怎么回事呢？2016年的时候呢，关于这个5G 技术，国际上呢就是说搞了呢，怎么好像连续搞了3次也不4次会议，就探讨了这个5G 的这个技术波段啊什么的一些问题。 然后呢，这个当时呢，华为啊、联想呢都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联想当时在投票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他好像分了3次投票。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没有支持呢华为支持的那个技术啊，但是我记得到第3次的时候呢，联想也回来支持华为来了，但第一次呢并没有。那这个事儿呢，本来当时呢也就那个无所谓了，企业们各有各的这个想法，那他呢肯定会支持那个对他更有利的那个。 那个技术对不对？当时呢，华为也没太当回事儿，就过去了。但是到了2018年呢，就是说被人呢这个发现了，发现之后呢，拿这个呢说事儿，开始呢就是说，写文章呢，开始就是说攻击华为，觉得呢这个尤其呢，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还不明显，2018年的时候那时不是这个川普带头就是说对华为进行这个围追堵截嘛，所以华为就有点这个被放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了。 很多人就开始就是说，哎，翻旧账，翻出2016年的这个事儿来，就说呢，这个联想啊，作为一家呢这个外国公司，外国人的公司啊，不支持呢这个民族工业啊，就反正等等吧，来攻击联想。然后呢，这一下呢，就联想就有点要这个柳传志就吓坏了，这一看这要把我们搁在卖国贼的这方向去了。 所以呢，联想呢，当时这个柳传志呢亲自出来，对内呢发了内部信，但那个内部信呢说是对内发的，实际上呢，他也明白，一发出来，外面就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做了这个讲话，说呢要号召呢全体员工，大家一起行动起来，誓死呢保卫联想。所以这个话呢是在2018年，跟这次呢司马南这个事儿呢，并没有关系，好吧？嗯。 但是呢，就是反正柳传志这个录音呢，你们去听一听。反正我听完了之后呢，也觉得也是个大忽悠，也是个大忽悠。他说话那个口气啊，那个语气呀、啊，那种方法呀、啊，特别像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大总统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要不搞什么泰山会呢？就是他们知道吗？都有一个就是说指点江山的这种梦想，知道吗？ 反正这样吧，你们自己去听听这语音，你听听看有没有这个意思在。反正他们那一代企业家呢，都有你还有那个另外那个叫什么也是，知道吗？一弄就开始了，就是那个会议室布置的后面是什么世界地图、中国地图，然后一讲话就华北地区哪号，就跟就当年可能都是看老毛啊，看这种战争片儿就是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有一种就是说指点江山的那种感觉。 一个比一个能忽悠，反正就，好吧。但是反正这个事儿呢，要说清楚啊，因为呢，说实话，柳传志这种时候如果真的站出来亲自来回应的话，其实是非常的愚蠢，啊，联想实际上通过所谓的这个就是说什么女秘书去联络呢司马南，这就已经够蠢的了。不，这个呢，一会儿呢我们再说，好吧？反正联想这个事儿呢，你们要想听的话呢，有很多点都可以拿出来呢，就是说去说一说。 关于呢，刚刚这个5G 的这个投票，这个分了好像是3次这个会议，而且投了3次票。这个回来也讲一讲吧，因为对于这个也有这个争议，就觉得好像这联想好像在背后捅了华为一刀，实际上呢也提不上，好吧？有机会回来我把这个也给大家讲一讲，好吧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说。咱们后边也是个世界地图，也是个世界地图啊，也是个世界地图。 我这个呢，就是特殊情况，不过我不太想讲了，开玩笑，这个特殊情况，但是我不太想说这个事儿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，好吧？我当然我也是在这儿指点江山啊，什么欧洲怎么了，美国怎么了啊，指点江山，呵呵好吧？这期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